倩倩，忍住啊！倩倩，你的伤口很深，已经上过药了，好好休息，就没事了。谢谢陛下。对了，陛下，今天你为何叫魏军冲锋了？孤身为魏王，孤怎么能让孤的臣民在自己的城池放下武器呢？ 其实你就是不下令，他们一样会冲锋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怕你接受不了。你说吧。如今我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？魏国已经改朝换代，你的王帝永嘉侯仲浩已经登基为魏明王。 你早就被姚尊为太上王了，这简直是谋逆。陛下，你放心，待陛下还朝之日，只要振臂一呼，必有拥护者，会把仲豪给推翻的。陛下，你还是我大魏的国君呢。 他们没有错，我现在只是一个俘虏，不是什么魏王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人。如果他们现在不立王，伯颜就会压着我，攻打大魏都城，兵将们就会投鼠忌器。现在仲豪做了魏王，必定会励精图治。 百姓也可安居乐业，这也算是一件好事。陛下，没事儿。做不做魏王不重要，现如今我唯一不放心的，就是母后和莹珠。你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快想想怎么活命吧。郡主。 你现在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我含羞恐怕不会再容你们了。现如今，也许死是我最好的归宿。陛下，伯剑，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你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伯剑，你千万不要放弃，如果你放弃了，谁也救不了你了。啊！ 没错，陛下，你想想王后，她天天都盼着你回去呢。功亏一篑，功亏一篑呀！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老三，战况如何？魏军背水一战。 将士十分勇猛，我军伤亡惨重，大将托古斯阵亡，魏人杀我爱将，我就杀了他们的宣王。阿杰，在，把伯剑砍了，人头送往魏都。慢！你又想替他求情？可汗，苏雅只是想问你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走？怎么走？如今魏国的各路大军已经纷纷赶来。 含羞你想吞并魏国是不可能了。可是就这样撤兵，你甘心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逼魏国答应我们通商互市吗？不如趁这个僵持不下的机会，以魏王伯剑作为交换条件，使他们答应割地赔款，准许我们每年互市的要求。可汗，那个伯剑已经是太上王了，在魏人的眼里，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 是啊，宁安说的没错。伯剑还有那么大的利用价值吗？韩兄，伯剑毕竟是魏国的太上王，现任的魏明王仲豪是他的弟弟，我想他对自己的哥哥不会见死不救吧？再说，就算仲豪不肯救他，
魏国的太后、太上王后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伯剑被韩兄给砍头吧？好，我就相信你一回，派使臣去魏国和谈吧。我愿为特使出使魏国。好吧，那就派你去吧。可是我出使魏国的这段日子，希望韩兄您遵守诺言，保证伯剑他安然无恙。好好好，依你就是。多谢韩兄。你要出使魏国？我说过我要叫你出去。苏亚，你对我的恩情我永世难忘。别说这种话了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你自己。我会的。阿吉，我们不在的这段日子一定要派人好好的保护伯剑和前贤，千万不能出差错，听到了吗？我一定好好安排。苏亚，一路保重。颖珠，你也歇一会儿吧。母后，臣妾没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赶快把身体养好。伯剑回来了吗？伯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母后请不要再担心了。伯剑，你快回来，母后要见你最后一面呀。母后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的身体会好起来的，以后我们一家人还要一起过好日子呢。嗯，说的对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好日子。好了，母后，您先躺下好好休息一会儿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臣妾去给您熬药。陛下，您今天真是大涨了魏国人的威风啊。哼，白狄之流贪得无厌，欺人太甚，此番若不给他们点厉害，还真以为我魏国怕了他们。陛下所言极是，可是太上王现在在他们手里，万一他们……就是这个太上王被白狄打得一败涂地，丢尽了魏国人的脸，吾绝对不会受他们要挟的。陛下英明。对了，私膳房那件事查得怎么样？啊，陛下。太上王后，你不能进去。哎，太上王后，你大胆！任何人没有通传，不得私闯御书房。本宫是太上王后，本宫有事要见陛下。这里是陛下批阅重要奏折的地方，太上王后请回吧。南恩，不得对太上王后无礼。参见陛下。太上王后，往日姑想见你都见不到，今日你急着来见姑，哼，定有急事吧。陛下，本宫的贴身侍女韵儿还在大牢里面，陛下曾答应过要还他一个清白的。啊，这件事现在还在查。兰恩，这件事查得怎么样？回陛下，奴才已经对私膳房进行了彻查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食材。上次致使太后过敏的食材是由外面带进去的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太上王后，稍安勿躁，此事还未做定论，姑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希望陛下能够早日把韵儿放出大牢，太后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本宫一个人照料不过来。后宫有这么多侍女，姑多派几个人伺候你和太后不就行了吗？韵儿她跟随本宫多年，本宫不忍心看着她被冤枉在牢里面吃苦啊。那你想姑怎么做？
姑知道，你不喜欢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姑也不是那样的人。陛下，本宫……说吧，有任何要求，姑都答应你。求陛下放出韵儿，韵儿她真的是清白的。清白？哼，清白又有什么用呢？姑对你的爱也是清清白白，可是到头来，还是被薄剑偷龙换凤，骗得姑好惨。陛下，钟豪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执着于此了。现在你已经成了魏王，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件事忘掉？哼，忘掉？孤现在是魏王，孤想要得到的东西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可孤就是得不到。钟豪，我现在只想等薄剑平安的回来。如果他回来了，看到太后卧病在床，他肯定会很伤心的。伤心？他的伤心比得过孤吗？太后，太后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那都是她咎由自取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都是上天的报应。钟豪，我知道你以前受过很多苦，可韵儿她是无辜的呀。好，姑相信韵儿她是无辜的，姑听你的把韵儿放了，那你能给姑什么？陛下想要什么？你，口谕，韵儿无罪，马上释放。遵旨。退下吧。多谢陛下赦免韵儿。白嫡使臣无礼，为何见王不跪？我是白嫡使臣，代表伟大的可汗，按理不需要跪拜。你们的可汗自知战败，派你来求和，口气还不小。拜？别说你大魏兵强马壮，美人关一战，我白嫡数万人马打败你们魏军30万。说到拜，
到底是谁败了。嘿，还挺伶牙俐齿，既然不承认战败，那来求和干什么呀？我白迪可汗慈悲为怀，不忍生灵涂炭，特地派我前来与大卫讲和，而不是求和。国叔，呈上来吧。伯颜讲和，不会没有条件吧？我们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把美人关、玉龙关、琅琊关三关土地割让给白迪，并赔偿金银共500万两，用以抚慰战死的白迪勇士家人；第二，两国世代通婚，大卫王室要将公主嫁给白迪的王子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允许白迪和大卫通商互市，一年至少两次。这哪是讲和，分明是要挟。是啊，不能答应，不能答应，不能给他们通商互市，不行，不能给他们答应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答应。苏亚郡主啊，回去告诉你们可汗、伯颜、帖木儿，要战就战。魏王，国书上的条件如果有不能接受的，我们可以进行商议。希望魏王慎重考虑，不要彻底拒绝，不给自己留半点余地。没有什么可商议的必要。就你们这些条件，孤一个都不会答应。难道你就不为两国的百姓着想吗？你们可汗侵我国土，杀我子民，现在又要割地赔款、通商互市，你们简直就是贪得无厌、厚颜无耻。告诉你们可汗，孤在国都城下等他。魏王，你们的太上王还在白迪大营，你不为他想一想吗？为他想，一个战败的君王本应该以身殉国，他现在还活着，就是令祖先蒙羞。孤绝不会因为他一个人答应这些无理的条件，你们休想用太上王来要挟孤。要战便战，魏国人好张狂。鄂森，整顿人马攻打魏都。可汗息怒，魏国人马现在源源不断地向魏都汇集，魏国都城附近现在大约有20万大军，此时进攻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岂有此理，难道此番前来什么好处都没捞到，就此班师吗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可汗，魏明王仲豪现在是有恃无恐，铁了心要和我们一战，可是我们战不能胜，和谈又无望，不如什么？不如我们做个顺水人情，将伯剑送回去，我们白迪就此撤军，来年再与魏国商议通商互市之事。你倒是很替这个魏王伯剑着想啊。我只是觉得这样做可以体现可汗的仁慈。送还伯剑可以，但是不能便宜了魏国。伯剑现在虽然是太上王，但也值得魏国人拿出大笔的金钱来交换吧。你去一趟魏都，就是我们有意送还伯剑，但是我要金银珠宝100万两，少一文钱也别想把伯剑带回去。韩兄，这样一来我们和杀人越货的劫匪有什么区别呀？传出去会被人耻笑的。为了俘虏这个宣王伯剑，我多少白敌将士血染美人关，我要他100万两，要多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。好了，不要跟我讨价还价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是。用100万两来赎我，这是我韩兄最后的让步了。那你还担心什么？伯剑，仲豪和你真的是兄弟吗？为何这么问？我只是觉得这个仲豪打从心里不愿让你回去，我看他是想借着我韩兄的手杀掉你才好呢。
原来如此。我真的很担心他不愿意出这笔赎金，那么我韩兄此次就毫无利益可图。他若真的恼羞成怒，你就有生命危险了。那我就接受命运。不接。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可以保住你。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但愿你的弟弟还会顾及手足之情，肯出这100万两换你回去。郡主，郡主，啊，太傅，有话请讲，不必如此。郡主，刚才你和陛下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或许陛下对仲豪还抱有希望，但前线深知，在权力面前，亲情会变得极其渺小。也许。我们有10000个理由说服仲豪接陛下回去，但仲豪只要一个理由就足够拒绝你了。那是什么？陛下回大魏，谁做魏王？他为了做魏王可以不顾兄弟之情吗？郡主，你还是太过单纯了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前贤想拜托郡主，一旦恳求仲豪碰壁的话，请郡主千万不要放弃。郡主可以去求太上王后。明珠姐姐。郡主，陛下，请您到御书房说话。哎，陛下只请白狄郡主一人。你在这里等我。好吧，郡主小心。时候听说白狄的使臣来了，说是要跟陛下商议太上王回朝的事情呢。此话当真？啊，宫门口的侍卫就是这么说的。若真的如此，那真是老天有眼。韵儿，我们快去永安宫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后。好，走。你们白狄人还真是脸皮厚啊！孤回绝得那么彻底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魏王，我们这次不是来讲和的，而是想将贵国的太上王归还给魏国。什么？魏王您知道，贵国的太上王流落我白狄多日，承蒙我白狄君臣多方关照，如今希望魏王用金银100万两来迎还太上王，也不枉我们白狄白白为贵国照顾太上王一场。这算什么？这算要挟？要孤拿钱赎人，你们可汗他变成劫匪了是吗？魏王，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，不要随意侮辱我们的可汗。哼，那麻烦你回去告诉你们那伟大的可汗，孤没有100万两，100万大军的刀枪倒是可以让他尝一尝。
魏王，伯建是你的亲兄长，你为何不肯救他？一个战败被俘的太上王，有什么资格让大魏朝廷为他出100万两？那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。好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，你是怕伯建回来了抢了你的王位？来，放肆！没错，孤承认这一点。所以于公于私，苏雅郡主，你觉得我会用100万两换他回来吗？那王位比亲情更重要吗？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伯建。伯建以前或许对你霸道，但是他可曾伤害过你的性命？你这样做会害死你王兄的。我们兄弟俩之间的事情不必向你多说，孤在这只有一句话，要战便战，其他一概免谈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母后，韵儿是听当值的侍卫亲口说的。白狄使臣正和陛下商谈此事，不日不见就能回来，和我们团聚了。哎呀，苍天保佑，苍天保佑啊！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母后得振作起来，把身体养好，否则伯建回来看到母后消瘦了，他会责怪臣妾没有照顾好母后的。母后以前对你那么苛刻，母后对不起你啊。母后别再提以前的事了，莹珠自幼没有母亲，早就把母后当作生母了，真是母后的好儿媳。这魏明王忠好，是铁了心不肯接伯建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韩修如今已经忍无可忍，我若回去告诉他，忠好不肯拿钱，他一定会恼羞成怒，杀了伯建的。哎，郡主，魏明王如此绝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啊，对了，我们可以去找瀛珠姐姐。啊，太上王后如今在深宫，我们要进宫。魏明王他一定会知道的。是啊，他一定不会让我去找他。将，将。哎，林将军，林峰将军。啊，郡主，林将军。苏雅郡主，怎么是你们呀？林将军，你可以带我进宫吗？进宫。好吧，来，给大统领请安。元林，哎，大统领，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我的跟班，随我进宫办事。这，你敢不放行？啊，不敢不敢。大统领请，走。韵儿，韵儿，木头，哎，你不是去帮大将军守驿守城去了吗？怎么又到宫里来了？本来我是回宫禀报军情的，在路上却碰到了苏雅郡主。苏雅郡主，嗯，是谁啊？韵儿姑娘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啊，我当然认识，你是白狄的郡主。韵儿姑娘，我有10万火急的事要见莹珠姐姐。哦，木头，真是谢谢你了。看你说的，主要我是怕太上王后着急，也怕你着急。郡主，赶快随我去吧，请。哦，请。苏雅郡主，你说白狄可汗有意让伯建还朝，可仲豪却不答应。这可不能乱说呀。我没乱说，我费尽唇舌才说服我韩兄以100万两作为释放伯建的条件。100万两对你们大魏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可那个魏明王仲豪却根本不肯与我们和谈，
执意要战，我看他是想要置薄剑于死地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薄剑可是他的王兄啊，他是为了王位，他担心薄剑回来了，他的王位就坐不稳了。这不可能，仲豪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可能这么对薄剑的。英珠姐姐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如果我这次不带100万两回去，我韩兄一定会杀了薄剑的。你快想想办法，救救他吧。不会的，正好他不会的，他怎么能这样？现在薄剑唯一的希望就只有你了，求你一定要帮帮他。薄剑是我的夫君，我就算拼了性命也要把他救出来。那你快去求求魏明王，让他拿出这100万两来。感激郡主冒死报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营救薄剑。娘娘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郡主在宫里很危险。林峰，嗯，你赶快护送郡主出宫吧。好。请，银珠姐姐，你一定要救薄剑。苏亚郡主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是。苏亚郡主，我求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，拜托你了。你放心吧。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薄剑的。多谢了，郡主。郡主请。娘娘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韵儿，嗯，陛下现在在哪里？陛下，现在陛下应该在太极宫。去太极宫，启奏陛下，太上王后求见。谁？韩莹珠。快宣。遵旨。给陛下请安，万岁万万岁。何故行此大礼啊？白狄的使臣来见过你。啊？白狄的使臣来见过你，他们要你出100万两换回薄剑，是这样吗？你没有答应是吗？英珠，是不是？此乃国家大事，你如何知道的？你为什么要拒绝？因为我是大魏天子，不能受白狄的威胁。被白狄所困的薄剑，他也是大魏天子，而且还是你的王兄。不是，他把你从我手中夺走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再是我的王兄了。他没有夺走我，我的心一直就不属于你。对，所以我更恨他。仲豪，过去的就不要再提了。你不肯接薄剑回来，是不是担心他回来了会威胁你的王位？难道不会吗？仲豪，我可以带薄剑承诺你，只要你愿意接他回来，我们就出城为民，永远也不会再威胁你的权利。出城为民？你的意思是，不管他是不是魏王，你都要跟着他？对。好，我答应你接薄剑回来，但是
我不会答应白迪的任何条件，不会给白迪一分钱。你不答应条件，白迪怎么会放他回来呢？如果白迪真要放他回来，我不出一分钱，白迪也会放他回来。仲豪，算我求你了，不然这一百万两算我跟你借的好吗？太上王后，我如果有一百万两，我肯定会借给你，可惜我没有，我也不能因为薄剑一个人去动用国库的银两，那都是百姓的民脂民膏，是大魏国的老百姓捐出来抵御白敌的。你仲豪，你为何如此绝情啊？够了，我已经跟白敌的使臣说了，要战便战，绝不妥协。太上王后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你还是回齐宁宫吧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给我时间，我会凑足一百万两，我不动国库里的一分钱。颍珠告退，陛下万岁万万岁。陛下同意出钱接太上王回来吗？哦，对了，娘娘，太后让你去永安宫。母后，嗯，什么事？娘娘，太后听说了白迪要金银珠宝才肯放太上王的事情，所以急着找娘娘过去，好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谁多嘴让母后知道了这件事的？这件事情是纸包不住火，所以迟早太后都会知道的。拜驾永安宫。嗯。母后，颍珠，你过来。听说白迪索要一百万两金银珠宝才肯归还薄剑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好，有条件就好啊。那仲豪什么时候拿钱去赎人呢？这怎么了？陛下他坚持不肯与白迪妥协。他说，仲豪说什么了？母后，陛下说国库里面的都是民脂民膏，是大魏国的老百姓捐出来抵御白敌的，所以绝不能动用国库的钱去赎一个被俘的太上王。哎，他怎能如此绝情？哎，你去跟他说，就算薄剑回来了，也绝不会撼动他的王位。他要是不信的话，哀家去跟他说好了。母后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还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在想有什么办法，可以既不动用国库的钱，又可以凑足白迪要的金银，将薄剑给救回来。这些都是价值不菲的宝贝，母后还有很多这样的首饰，你全部拿去换钱。你看这宫里面还有什么可以换钱的？你尽管都拿走，只要能救薄剑回来，母后愿意倾其所有。颍珠，你快拿去换薄剑回来。母后，臣妾明白了，臣妾这就去召集后宫的姐妹们，让她们捐出私房钱搭救薄剑回来。薄剑能否回来全靠你了。母后放心，姐妹们，太上王薄剑现在就失落在城外白迪的军营中，随时有被害的危险。现在白迪可汗，
索要100万两金银珠宝才肯放人。可如今，明王陛下不理会白狄，不肯动用国库的钱赎太上王回来，那只有我们拿出私房钱来搭救我们的夫君。伯建回来，我们至少还有丈夫，可如果他遭遇不测，那我们就都变成了寡妇。也许将来我们不会再是魏王的妃子，但至少有丈夫在，我们在一起就还是一个完整的家。这些首饰是母后所佩戴的饰物，母后为了救回自己的儿子，她愿倾其所有，我也愿意为了救回自己的丈夫而拿出一切。娘娘，这是我的。韵儿，没有道理要你捐的。娘娘，韵儿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但是这些也是救太上王的一份心意。姐妹们，你们呢？伯建是我儿子的父王，所以我不能眼看着他出事。伯建若不能回来，那新王后紫嫣断不会容我们。我捐。